这个故事啊，是发生在河北省白洋淀的这么一件事儿。河北的白洋淀，我就不给大家介绍了啊，能算得上是河北省的鱼米之乡。也就是说，您听这故事听起来像是发生在湖北、湖南的，哎，就那种鱼米之乡里边的，但实际不是，它是发生在北方的白洋淀里。咱们这个听友呢，打小在白洋淀边上的一个村子里边长大，说我们小时候啊，基本上就是水里边长大的娃娃，全村到下，包括老太太都没有不会游泳的，因为在我们那儿，你不会游泳，你根本就活不了。我们小时候家里边啊，种田的其实并不多，大部分都是打鱼的，尤其啊，在早年间那会儿，白洋淀的鱼产量特别特别的高，根本就打不完。所以在我小时候的回忆中啊，包括我爸、我妈、我奶奶，我们那儿的人还真没怎么挨过饿。但是这些啊，都是给大家做个铺垫，跟故事没半毛钱关系，让大家简单了解一下白洋淀的情况。关键他这个故事后边要说的是他小时候的一个发小。他这发小啊，比他大一岁，就住在他们家隔壁，不但是他发小，还是他们家的邻居。他这个发小小的时候啊，人家有自己的名字，但是也不知道谁缺德，给人这孩子起了个外号，这外号一叫就是半辈子。而且啊，他说等到我这发小临死之前，我甚至都快忘了他真名叫什么了，因为我们那会儿天天都管他叫二蛋子。这个二蛋子呀，打小呢算是跟我一块长大的，跟我们同一块长大的呢还有这么六七个小朋友，岁数都差不多大，关系都不错的。但唯独最要好的呢是我和志刚还有二蛋子，我们仨打小关系是最好的。但是随着后边一天一天的时间的推移，我们逐渐的健壮，个子越来越高，可是唯独二蛋子他这个身高就长不上去。后边赶等到了七岁的时候，我们稍微长大点了，我们懂得开始看人的这个外形了。我们这会儿才发现呢，这个二蛋的身上有一个地方跟我们是不太一样的。尤其是赶等到了七岁，稍微长高点，腿也长了，二蛋的这两条腿和正常人区别特别的大。他呢好像两条腿中间骑了个大圆球，整个腿往外翻。小时候不懂这是什么情况，后来才知道这叫罗圈腿。这种罗圈腿呢是天生的，或者说是隔代遗传，一旦人的长了这个东西之后，在儿时没有矫正过来，那么长大之后个子是长不高的，因为腿像个大轮胎一样，它圆着长，你怎么长永远都矮人家半头。所以呢，因为二蛋子的这个身体情况，导致我们打二蛋子七岁这年吧，我们就开始欺负他，因为小时候不懂事嘛，他长不高。赶等欺负到十岁的时候，有这么一天，二蛋子他妈找我们了，给我们讲清楚了情况，说二蛋子可怜，孩子有这个病，你们是小朋友，关系又特别特别的好，你们不能欺负二蛋子，你们得保护二蛋子。那么从这次我们开始意识到了我们做错了。二蛋子平时对我们特别好，而且这孩子人不坏，挺实在的，我们反而欺负他，我们做的是不对的。所以打十岁我记得我们就开始保护二蛋子了。但是别的小朋友不这么看，继续还是说二蛋子什么罗圈腿罗圈腿，还给二蛋子编段子。可是我们不行，十一二岁这些年开始，说句实话，因为二蛋子没少跟别的小朋友打架，尤其是赶等再长大点的，越来越懂事了，哥们义气啊，兄弟之间的这份情分呢，我们看的就更重了。所以谁他妈在村里边欺负二蛋子，包括在学校里边，是绝对不行的。最起码我和那个叫志刚的，我们俩是一定上。所以就这样，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的过着，年龄不断的在长大，说话的功夫我们就都十六七岁了。十六七岁的时候，志刚一米八了，我可能得有一米七五七四吧，二蛋子还一米五几呢。但是我们从来不瞧不起他，而且也从来不说这些事，每天还是这么一块玩耍着。但是让人万万想不到的事，就在我刚到十七岁这年就出事了。这年呢，二蛋子也是刚刚十八岁。出事的这天呢，是刚刚入夏。有这么一天下午，就跟鬼催的似的，
二蛋子偏要拉着我们到河里边打鱼去。说实话，打鱼对于你们外地人来讲是很好玩的事儿，而且也爱吃鱼，但对于我们来讲没什么可玩的，实在没劲。见天的就是接触这些水，也不知道二蛋子今天犯了什么病了，非拉着我们上水深。我当时就说，哎，不去，咱玩点别的去，你上水上干嘛去？但是二蛋子偏要去，而且到了水上之后，划船划了没一会儿，二蛋子偏说刚才看到河里边游过去一条巨大的大鱼，非得让我们下网。我们对于捕鱼多少都有经验，虽然不是说正式干捕鱼的，我们现在坐的这条小船特别的小，他说下边那条鱼巨大，那么我们把网撑下去，很有可能下边的鱼把我们周了。我一点都不夸张啊，白洋淀里边的鱼您可以现在上网搜搜去，当年我们这打出来过100多斤的鱼，甚至200斤的都有，特别吓人的大王八。所以我们一遇到这种大鱼是很注意的，但二蛋子不听，偏要撒网。结果呢，这网扔下之后没一会儿，真他妈抓上大鱼了。问题是这条大鱼咱也不知道多大，网子刚套上没两下，哐仓一下把我们这船就给带翻了。这船翻了对于我们白洋淀的人来讲真的不叫事儿。打小我们家那船翻过上百遍无所谓，可是您别忘了船上坐着二蛋子了。二蛋子打小有残疾，没下过水，虽然呢参与过打鱼，但他真的不会游泳。那么二蛋子翻到河里可跟我们的情况不一样，马上就扑腾起来了。救命啊！我们一看这个麻烦了，马上二人就开始游向二蛋子的方向。但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感觉二蛋子脚底下好像有一个东西往下拉二蛋子，一下子把他冲就给拉到水下边去了。我们哥俩当时在水面上慌了，马上开始潜水向下游，但是潜到水下之后什么都看不见了。二蛋子就好像是被一只什么多大个的鱼给拖着，拖到深深的水底去了。白洋淀里的水可跟咱普通河不同啊，虽然里边没什么暗流，但白洋淀的水老深老深了。我们身上没有任何器具，凭借我们两双手去救二蛋子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后边我们哥俩还是一番的寻找，但是没有任何效果，根本就没有找到。我们俩到最后实在顶不住了，爬到岸边上，俩人的脸都煞白煞白的，相互这么对视了，怎么办呢？二蛋子看来是死了，这怎么办呢？最后冷静下来之后，我们二人决定快速回村通告。结果村里边二蛋子的家人还有村里一些帮忙的，大家全都急忙地赶到了白洋淀湖边。问题是找了半天也还是没有能找到二蛋子，而且这会儿所有人都已经明白了，就算把二蛋子救上来，那也只能是找上来个尸体了。二蛋子就这样淹死了，后边隔到了第二天才从东边白洋淀湖边的脚上飘起来。当时二蛋子都泡夫呢，这些咱们就不形容了。可是在我们心里边，二蛋子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打小长大的发小了，把我们哥俩给别扭的哟，起码我敢说足足得有一年多我们俩都没再怎么开心的笑过。因为只要是您在我们这附近一晃悠，您就会发现呢，这村子里边满处都是我们当年和二蛋子留下来嬉打欢闹的这些影子。不过时间是可以磨灭一切的，慢慢的事就过去了。二蛋子呢也不能说忘了他了，还是记得，但是那种失去朋友的痛苦感逐渐就消散了。可是敢等我到了20岁这年吧，这年我呢从城里边打工上班，然后回家，回到家里这会儿正赶上志刚也在家待着，我们俩天天呢又吊在一块儿，晚上就喝酒玩。结果有这么一天晚上，这天晚上啊原本是头天在我家喝的，今儿该轮到他们家了。可是我5点多刚到他们家，就看见志刚他妈打里边风风火火的跑出来。我当时正开门，哎，婶儿，怎么了？志刚他妈当时俩眼圈是红的，我一看就是出了什么事了，马上我就更着急了。
怎么了婶儿啊？啊，那个正好你来了，你去找叫志刚的二叔去，他爸不在家，志刚出了事儿了，在屋里边犯上病了。啊，志刚出什么事儿了？怎么了？我说不清楚，老吓人了，就在屋里了。我当时一听这个不行，我不能先去叫他叔去，我得先看看志刚怎么了呀。特健壮一大小伙子，1米8几大个啊，他能怎么着啊？可是敢等我走到屋里边，我吓坏了。只见志刚站在床上，两条腿弯弯的，就像当年二蛋子的腿一模一样，两个眼睛狠狠地这么瞪着我。我当时一看我就傻眼了。志刚，你腿怎么了？然后志刚反过来跟我说，还记得我吗？我不是志刚，你看我这条腿，你还不认识我吗？我当时真是倒吸一口凉气哦。其实我知道这是谁，但我不敢说。可还没等我来得及说了，我是二蛋子。志刚自己已经说出来了。哎呦，一下子我身上一股股的凉气往上涌啊，因为二蛋子的身影我还记得，因为他死了没有二年呢。现在志刚的腿，还有他那个眼神，还有舒华那状态，这是二蛋子，这根本不是志刚啊。我顿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而且这时候志刚他妈也跑进来了，躲在我身后问我，孩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啊。我不知道当时跟他妈说什么，我不会解释了，只得拉着他妈走出外边。但这会儿志刚呢，还是站在床上不动，好像是这床有个大框子，他不能离开这张床似的。我把他妈拉到门口，婶儿啊，好像是二蛋子，你看他那腿，这是不是二蛋子？他妈这会儿才反应过来，马上半哭着跟我说，是啊，我刚才吓得不行了，没反应过来，还真的。这是二蛋子啊，这怎么办呢？怎么二蛋子这孩子找上我们家志刚来了？我当时听完想了一下，马上我就告诉他，婶儿，你赶快去叫他叔去，把能叫人都叫来，我自己弄不了他，我不能离开这儿，我得盯着他，您在这儿盯着弄不住啊。他妈一听我说的对，转头就跑门外跑了。然后不一会儿，村里的三老四少全都来了，起码我敢说得30以上，把他们家房子院都堆满了，但是没有一个敢进门的，因为没有一个不害怕的。大家先不说看志刚的眼神，还有身上这动作，就凭志刚现在弯曲的那条腿都能看明白，这是二蛋子。不过接下来那还得看我呀，毕竟二蛋子跟我是打小要好的朋友，那这事儿就得我处理呀。我当时没招啊，顶在前面，后边有两个叔叔大爷陪着我，我就进了屋了。进屋之后，我就对着床上的志刚，我就喊：“刚子，刚子，你好好的，怎么回事啊？”问题志刚那边一点面不给我留，转过头来：“我不是志刚。”一下子吓得我往后退了好几步。啊，好好，那个蛋子，二蛋子，你怎么了？咱们别祸害志刚啊。很明显，您听我这说话就明白，我怂了，当时太害怕了。可是二蛋子听完之后倒没急，跟我说，我祸害志刚干什么呀，我是没辙了，我娘房子漏了，就她一个老太太在家不会修，她也不跟村里人说，我着急啊。还有啊，二位兄弟啊，我不是怪你们呢，自打我走了之后，你们去过我家吗？帮我看过我娘吗？哎呦，一下子他说完这话，我心里边腾的一声。的确呀，二蛋子走了之后，就留下二蛋子他妈。二蛋子有个大姐嫁出去了，然后有个妹妹，在城里边上学，就刘老太太自个儿在家待着，我们的确是没管过。马上我就觉得非常的抱歉了，我就跟二蛋子说呀，二蛋子，对不起啊，真把这事儿忘了，毕竟你走那会儿我们还小。
可二蛋子人不坏啊，立马跟我们说，没事儿，我没怪你们，我这回硬着回来，我就是提醒你们一下，毕竟咱哥们一场，我也不需要你们帮他养老送终，起码帮我盯着点吧。同时我也谢谢村里的叔叔大爷们了，我妈就一个人，你们多帮帮忙吧，好吗？二蛋子站在床上这么一说，村外边这些人们呢，啊，没问题，二蛋子 你放心吧，啊，你快走吧，一会儿志刚身子坏了，快撤吧，你放心，你妈那边我们给盯着。哎，您别说，这么说完真管用，立马二蛋子慢悠悠的就坐在床上了。坐床上之后又告诉我说，我一会儿走了，志刚这腿慢慢的让他收回去，别下地啊，让他一下走道把骨头弄坏了。看见我了吗？哼，也不怕兄弟笑话了，打小落下这毛病，就是死了也得带着。得了，以后我不来了，但是我妈那边可就靠哥俩了。说完这话之后，志刚咣当一下就倒在了床上，一下子全无，这才平静下来了。然后过去了有十几分钟，志刚慢慢缓过来了，腿也逐渐的开始变直，一会儿就恢复了。但是我马上就拦着志刚，刚子，先别下床，别下床。志刚这会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啊，问我，哎呦我操，怎么了？昨儿咱喝假酒了是吧？我怎么刚才待好好在家里边给晕了呢？我没跟他说，我只是告诉他说，是是是，好像是假酒啊，你别管了，你别管，你快躺着吧啊。那个哪儿不舒服跟我说，你们家我盯着。然后这一天我在他们家待到了晚上11点多，志刚完全睡着了，稳定了，我才走的。转过天来我就挨村挨家挨户的打招呼，千万别把这事儿告诉志刚，但是纸怎能包住火呀，没两天志刚就知道了，然后非逼着我问我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说实话，我是两年后才正式给他讲的。不过志刚胆儿比我大，听完之后他不是太害怕，好像觉得没多大事儿似的。不过打这件事开始，我一直拉着志刚，二蛋子他妈那边有点什么事儿，我们永远都冲在前头，直到现在二蛋子他妈还尚在人间，我们哥俩呀还经常去帮个忙呢。晚上好朋友们，今天咱们又见面了。不过今儿这期故事，我小时候被吓坏了，这名字听着 QQ 的萌萌的，但其实这故事挺吓人的，您呀一会儿听吧。三妮跟我说呀，他说我小时候是生活在晋、鲁、豫、冀这几个地儿的交界处从小长大的，说我生活的那个村子地属丘陵地带，背靠太行山，然后呢打小在这种环境中啊，他说遇到了不少奇怪的事儿了。但是这会儿呢，我得重点说一下为什么我说他住的这个地儿会发生奇怪的事儿呢。因为自古以来啊，凡是这种交汇的地方是最爱出事儿的，这跟风水有关系，跟地理也有关系，跟人文也是有关系的，但这些呢咱就不讲了。他说小时候啊，也不能说叫迷信，但是他小时候呢自小就跟别的小孩想法是不同的。比如说我跟您说他哪儿不同啊，小时候他的小狗给去世了，小狗死了，给他心里给别扭的呀，足足哭了两天。小狗这尸体啊，他不想把他给丢了，因为他觉得再也见不着他了，可是这尸体不埋不行啊，心里边又过硬不去，怎么办呢？我怎么祭奠我这小狗呢？结果人家孩子啊，当天夜里边十点多，可能是怕爸爸妈妈看见，结果竟然背着父母带上香蜡纸烛跑到野外埋小狗去了。哈哈，要不说这哥们可爱呢，合着他是拿咱们民俗之间给人们，给就是给去世的人们祭拜的那个东西，祭拜小狗去了。自个儿小时候不懂啊，弄得还挺认真了。实际上这小狗啊，我估计也挺无奈的。哎呀，你想我，我知道你对我好，我也知道，可是你给我这东西我不会用啊，这不是我们用的东西啊。反正小伙子写的这些东西反正挺逗的。这小伙肯定小时候脑回路跟正常小孩是有区别的，
不然也不会发生接下来吓人的事情。他说他小时候第一次被真正吓着了，是十几岁这年，大概有个十五六岁吧。那会儿啊，上着初中呢，在社会上啊认识不少小伙伴。他说我也呀、看古惑仔，我也过有过那种啊叛逆心的时期。十几岁那会儿有一天晚上，这天晚上跟朋友喝了点酒了。喝完酒之后呢，他不敢不回家呀、不回家他爸不抽他吗？由于呢晚上结束的时候比较晚，着急回家，这天就抄了近道走了。那这会儿大家就奇怪了，抄近道有什么新鲜呢？哎，那您是不清楚了，他抄的这条近道在他们当地是出名的，都说那条路上闹鬼，没有人晚上会走那条路的，您到了晚上根本见不着本地人，最多都是从那儿过的一些外地的车们。但是这条道绝非不只是没有本地人的原因，您得知道它为什么没有本地人。这条路啊，应该是个走上十分钟就能走完的柏油路，然后柏油路走到尽头之后呢，就是一条土路了。土路是经过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人们走出来的，然后通过这条小土道是能直接到他们村子村东头的正中间的，也就是说这条小土道是横插他们村中间。但是所有本地人不从这儿走的原因，是因为这条小土道的左右两侧全是坟地，本地人都知道多少代人的死人都是埋在这条小路边上的。大家能理解了吗？合着这等于是他们村的后路了。古时候的那些村子，尤其他们这种老村，是非常讲究风水的，进村从哪儿走，出村从哪儿出，都是有路的。同样送路送死人也是当年都会留下来这种小道的，所以这种小道正常人人家谁走啊？但这天不同，咱们哥们喝多了，再加上着急回家怕他爸跟他翻脸，所以说骑着个破自行车就奔着这条小路上就去了。他说呀，我这晚上到了这条小路上啊，一开始走柏油路的时候没啥感觉，因为柏油路旁边还有路灯，再加上过了柏油路之后啊，熙熙攘攘的还是有些房子的。但是等我走出这柏油路进到那小土路段的时候，坏了。刚进到那小土路段上，一阵寒风就吹过来了，这风打哪来的不知道，刚刚还特别平静呢，忽然间来了一阵阴风，吹得我是后脊梁发凉啊。当时再加上喝了酒了，这一下我身上这冷汗呢刺儿就出来了。我这会儿就已经开始有点紧张了，开始左顾右看，人一紧张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样的，我就东张西望。这结果呀，我正害怕着了，我就看远处那片地里边正中间站着个人。哎呦我的天哪，这人站得老高的，得好几米呢，我当时差点把我吓死。我说这怎么回事啊，这天上怎么飞着个人呢？而且这人的手臂横着张着，就挂在半空中。当时我真的是后脊梁都麻了，我当时就想玩命的蹬车，但这车不好蹬啊，脚底下这路是土的，蹬不好能给我床旁边沟里去。可是我刚发力往前骑了没两下，我这会儿缓过来了。哎呦不对呀，我这不自己吓唬自己吗？刚刚旁边那地里边飘在天上那应该是稻草人吧。这会儿咱这哥们儿就回头朝着那人望去了，一看没错，就是个稻草人呢。哎呦松了一口气，骑着自行车继续嘎啷嘎啷的往前走着。哎，行行，世界上没有鬼，世界上哪有鬼啊，我这自个儿吓自个儿呢。嘿，这正想着了，咣啷一下床跌上了。就这么突然啊，我可不是诚心吓唬你，他当时就是这样的，等于是刚被那稻草人吓着，刚缓过来点神儿，不知道前面撞上什么东西了，一下子翻旁边的那大沟里边去了。当时给他摔的那个疼哦，从沟里边爬起来浑身正难受着，正打抹身上这脏土看看自己有没有受伤呢。这一抬头一看呢，我的天哦，
您知道他撞上什么东西了？撞上地上一个半了石碑了。这趴在地上，哎呦，疼啊！抬头一瞧啊，吓了一大跳，差点吓死过去。大家千万别以为他撞的是什么咱们那路段边上那些小石墩子，上面写着几号几号公路，撞的可不是那个东西啊，他直接撞到人家坟墓上的石碑了。而且这半了坟墓上石碑啊，上面有些字儿还是能看清的。他说人名字不在了，石碑斜刀被人砍了一半走，能看见人名字的末尾好像是叫什么黄什么什么东西的。但是最吓人的是石碑下端写着一行小字，清朝光绪年间，还有上面写的一些看不懂的文字繁体字儿。当时咱这哥们儿就蒙圈了。你想想，刚刚被那稻草人给吓成这样，忽然间又出来这么个石碑，这已经就够了呛了。正常人这会儿怎么着啊？这会儿得赶快起身躲开呀，而且一边起着身一边躲开，嘴里边还叨叨着：“对不起呀、啊，我对不起，我不是诚心的，我是没看见您的，我实在对不起了。”这会儿孩子真害怕。可是这人呢，刚从那沟里边爬上来，站起来，等于刚刚跟那石碑眼睛是平视的，他在深沟里了。从沟里边爬上来，这一瞧更傻眼了。这可不只是一个石碑，石碑边上让一大堆草垛子埋着个大坑，但是这隐隐约约能看清的，这大坑里边有个大棺材，这棺材明显是被人挖出来的。整个棺材里边应该是空的，但是他没有往里仔细看去，谁敢看呢？表面上像是放人铺满了稻草似的，诚心盖住这棺材。这顿时咱们这哥们儿就吓得不行了。哎呀，这人要是吓疯了，什么都顾不上了。大家别忘了，此时咱这哥们还在地上坐着了，拿手啊往地上这一戳，直接是连脚蹬连手扶，把旁边自行车这一周起来，顺着远处拿手拽着自行车，这就要逃跑了。哈哈，您想想当时这场面是什么样的。可是别以为到这就完了，还没跑出去两米了，他说我就只见呢，打我眼前边横着嗖就过去个大白影子。我当时这下给我吓坏了，这世界上可不像我想的那样，这世界上怎么看来是真有鬼啊？这是个什么东西啊？这白影子他说得有个两米高，老大个的，就从他眼前横着飘到旁边的地里去了。地里边种的什么东西他说他忘了，反正有个1米2、1米3左右高的这种地，挺密的。这白东西朝着旁边地里边嗖一下就消失不见了。那听到这儿，这会儿大家伙肯定就得说了，快跑啊，还不跑吗？我告诉您，第一，刚才摔着了，把腿摔坏了，肯定疼啊。还有就是经过了这连续的两三次的打击，咱这哥们站那儿走不了路了。他说我吓得僵在那儿，吓傻了。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他当时的心情，人连续受完打击就是这样的，站那儿不能动了。但是呢，身体不能动了，眼睛还是在左右看的。当时由于啊，他这个角度啊，也就只能看那稻草人了。稻草人杵得高啊。他说我就抬头朝那稻草人看过去，我刚看过去那稻草人，我就看见，就像是个大白床单子一样，或者说是个人披着个白床单子，朝着这拿木棍支棱着的那个稻草人的身上，嗖的一下就窜上去了。你能知道当时这场景的画面吗？就这么一个白乎乎的布，一下就好像是给这稻草人穿上衣服，就披在这稻草人身上了。哎呦，这会儿咱们这哥们儿是完全崩溃了，那就是吓疯了，什么都顾不上了，自行车也不要了，撒丫子朝着村里边就往回跑了。这天跑回家之后啊，全身上下没一个好地儿了。
这一路上几次摔跤咱就都忽略不讲了，裤子腿也摔破了，胳膊肘也摔破了，衣服的棉花都摔出来了，您想想到了家这得多惨呢、啊、不单单是身上摔成了这样，到家之后一进门啊，他爸还没睡觉了，等着他了。我儿子这是干嘛去了？这怎么这么晚还没回来？换谁谁家长不担心呢？没想到爸爸在家等了半天，等回来孩子成这样了。本来上去爸爸还挺嘘寒问暖的，谁家孩子谁不疼啊，但离他近身之后，这还没张开嘴，刚要问他这是怎么弄的了，这哥们身上这身酒气直接就让他爸给闻见了。嘿，这回你再解释什么也没用了，这明显就是喝多了喝醉了半道上摔的。这小东西啊，谁让你出去喝酒去了？你这才多大呀，这染上喝酒的习惯了，今儿晚上你老子我还没喝了，你先给我出去喝上大酒了。还没说两句话了，一薅脖领子直接就把他给滴了屋里去了。那这滴了屋里去干嘛了？那都不用讲了呀，一顿臭揍，这些咱就又隔过去了，等于咱这哥们儿倒了霉了。晚上不但回来的路上让一个稻草人还有一口大棺材再加上一个半了石碑给孩子弄成这样，回家爸爸是没问青红皂白，又给抽了一顿。晚上睡觉躺在床上给他给难受的。哎，我这招谁惹谁了呀？回家挨顿打，半道还让鬼追，稻草人还吓唬我。你等着，你等哥们儿好了，我把这村门口的稻草人我全都给你祸害了去。就打这件事这样开始，这哥们儿可真没胡说，他说到后边我就恨上这稻草人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见这稻草人我就烦，我就总感觉我们这村里边所有插的这些驱赶这活物的稻草人都是像冲我来的。所以呢到了后边啊，他说他没少破坏稻草人去。他说我敢说我们村里边啊，有一大段时间好多人都骂街，说谁家孩子这么缺德把我们家稻草人给拔了呀，甚至有些稻草人他拔完还给烧了。其实他说有八成都是他干的。要不然我跟您说咱这哥们儿比较怪呢，等于小时候让稻草人给吓坏了，但是跟稻草人杠上。直到现在啊，他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对这稻草人啊还存在阴影呢。无论到了田间或者是到了哪儿，一看见远处有稻草人，我这心里边就开始拔凉拔凉的。我总感觉这所有的稻草人像是有灵魂似的。我把这些事儿跟我身边的小伙伴讲过，有时候跟他们一块旅游去，我也跟他们说过，我说你看你看看那稻草人了吗？我感觉这东西是活的。我朋友就觉得我是胡说八道神经病。我心里边在想的是什么呢？你们是没遇上过我小时候遇上那事儿，你们要遇上了还不如我了，弄不好当天晚上直接就吓晕在半道上了。好了朋友们，今天这故事咱就给大家说完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明晚再见。